달리해서 그게 나일 수 있는 그런 방법을 다자 우안 너무 취지더라 Hello 艾斯很准时，诶，这个傲娇，明天就来看我的。 Hello， 强大声叔叔午安，音乐听得到吗 ？Hello， 老张频道，四文虎午安，玉成午安，罗莉拉午安。对，你们看到这个窗帘就知道我在哪里。<笑>对，我在宿舍。 仓鼠感觉粉粉的，应该是因为今天的妆的关系吧，也可能跟光有关系。自然光，谢谢奇丽奇丽的真情告白，今天是个悠闲的午后，昨天失眠了。 失眠了起来练字啊，<笑>今天好像有比较可爱，怎么每天都很可爱好吗？还是这个窗帘可以增加可爱度？感觉眼影和嘴唇都太粉，因为我今天是涂护唇膏，我嘴唇原本的颜色比较就比较粉。Hello， 小弟午安，谢谢奇丽送来香槟。Hello， 黄午安，谢谢黄娃送我精灵的翅膀，发色不太一样，发色一样。谢谢笑，谁送我星星棒？谢谢笑，笑，眼中不一样的感觉，好像不太一样，跟光也有关系啊。对，我发色一样，是因为自然光。 因为现在太阳外面很强，就是你看啊、哦，我如果把窗帘拉开，就有一点背光，然后我遮一点，就是看起来发色比较浅，是因为光的关系啊。 Hello， 小羞羞，小羞羞，午安，羞羞脸，不羞羞。谢谢茄子送我星之冠。 发色没有变，是光的问题。哎，所以宿舍的光是不是比较好？背光黑，哪边比较黑？是发色看起来比较浅。等等，只能挂停，没关系。我知道，因为今天这个时间开播是第一次，第三点这个时间开播。谢谢 Akira 的真情告白，就是之前说过嘛，想尝试在不同的时间开播看看。 对 ，Mina 在宿舍玩，可是现在宿舍没什么人，只有我跟小迪还有汉娘娘。我的眼影有颜色，我的眼影没有颜色，我没有戴啊。我原本眼睛颜色是这样，是，对啊，是透明的，没有颜色，是光的关系啦。我没有戴变色片或放大片。 今天看起来很仙，是宿舍的光是不是？那我以后都要在宿舍直播，<笑>大家觉得这样比较好看。谢谢茄子送我星之冠，还有谢谢艾文的精灵翅膀，还有谢谢悠悠送我礼物。<笑> Hello， 熊妹，熊妹来了，熊妹不是刚刚在直播吗？熊妹，我的音乐怎么停了？等一下哦。 重播 ，Hello， 阿贵午安，赶紧搬去住好了。但是宿舍已经人满为患了，是这样用吗？Mina什么时候这么仙女？我今天，可是我今天穿的衣服很不仙呢、欸。我今天穿了一个藏龙卧虎的衣服。<笑> Hello， 啾啾奖，谢谢茄子的应援棒。熊妹来淘蛋糕了吗？我必须说蛋糕这件事情就是。 我觉得我其实我觉得我上次做的没有很好，因为如果好的蛋糕，就算做的很蓬松，就算冰在冰箱一两天，应该也不会变硬掉吧。我在想是我打不够发的关系，下次做好吃再带去宿舍请大家。但是其实蛋糕这种东西确实是不能放太多天，<笑>宿舍人满为患，二期。
二期的话应该会有新的宿舍吧，二期生的宿舍吧。教主不在，教主出去约会了。Hello， 又英午安。对啦，今天反正就是试试看不同的时间开播。谢谢修哲分享直播，那我明天晚上九点一样会直播，就是你们最熟悉的那个九点，对，没有记错，最熟悉的九点会直播，所以说今天不能完全跟的，明天晚上再见。今天的性格跟往常不太一样，感觉有吗？我的性格一直都是这样，哎，性格在吗？嗨，性格。还是因为下午整个人的提莫吉比较不一样。下午就是有一种听着轻松的音乐，然后很悠闲的感觉。那晚上的话，就是会突然砰，很多人在直播，然后就会很紧凑吧。讲话的时候就会比较急一点。那我声音，我一急的话，我讲话声音就会变比较音频会比较高，然后语速可能也会比较快。今天比较温柔，还是眼妆的关系？怎么样？我今天是比较粉的眼妆，是不是看起来比较温柔？今天变比较温柔，哪有，本来就很温柔好不好，还是你们太久没有跟我见面了。平常傻嗨傻嗨什么 ？Hello， 人好午安。萝莉亚为了我丢下工作，不要这样，不可以为了我丢下工作。虽然我很开心，但是工作要紧，对，所以就真的啦。如果今天不就这个时间在很忙的话，就是。可以明天多留言互动，然后今天的话就是能跟就跟这样。谢谢小贤送我爱心哦，截图截图，诶，有吗有吗？这个时间很闲，爱死很闲，因为你是十八岁是大学生吗？大学生这个时间放暑假吧，应该有空看直播。谢谢茄子送我新之冠。一边工作一边听妮娜说话，但我要温柔一点，这样子工作起来比较舒服。这件衣服是我的吗？你们猜？谢谢思源送我玫瑰，有一种下午不出门跟女友待在家耍废的感觉。那你们有吹冷气吗？你们有吗？因为我现在是没有吹冷气，其实还蛮热的。谢谢笑贤送我真情告白，又是法法衣服，现在一看到人家新衣服，第一个就先猜法法是不是？衣服看起来像法法，哪有法法才不会有这么帅气的衣服好不好？法法衣服一定都是那种有耳朵、有猫爪的喵喵的那种衣服。芊芊先生说他在吃饭，现在在吃饭，现在是三点在吃午餐吗？怎么会那么晚吃？小迪，教主不是，这个是姐姐的衣服，这是姐姐的衣服。Hello， 志祥，对不起，刚没打到招呼。谋生，雷猴，中午去看电影，看电影那还需要吃午餐吗？看电影就吃爆米花就吃到饱了。谢谢倩的追踪哦。Hello， 你新的午安。姐姐穿那么多布，姐姐也是有正常的 T 恤啊，可是她就会穿超短的短裤这样子。姐姐深藏不露。好，她托你来讲，好哦，谢谢 Happy Love Happy Love。看电影不常带食物进去看，也是啦，就是怎么讲，看电影的食物其实。我觉得电影的食物还蛮贵，吉拿棒一般外面卖一支多少？50块。可是如果去看电影，好像一支可能要90块，就是特别贵。可是看电影，好啦，要看什么类型的片啊。如果看恐怖片的时候，我记得我之前看《失速列车》，哎，台湾是《失速列车》，港澳是叫《失杀列车》吧？反正。看的时候我就拿着那爆米花都没有动过，因为我看的时候我太紧张了，就坐着这样，然后心脏跳超快，然后都没有什么吃，所以蛮浪费的。
爆米花，而且太紧张会不小心把那个爆米花捏爆，砰，然后就砰就真的爆出来爆米花。然后饮料的话，饮料有地方放，但爆米花通常都抱着嘛。爆米花跟我收来吃，欸，每次看完电影都会看到那垃圾桶超多人没有喝完的饮料跟爆米花就直接丢掉了，欸，其实超浪费的。紧张就猛吃，所以你们是那种很紧张会猛吃的人吗？抱着猛吃爆米花爆在前面的头上，前面人的头上，那他就变爆炸头，耶，yeah, 爆炸头。妮娜喜欢甜的还是咸的？我喜欢甜的，就是那种什么焦糖沾的越多越好，因为我就是个蚂蚁人，欸，我不是人欸，我是蚂蚁鼠。玉成先挂挺好哦，没关系。不看会紧张的点，哦，会怕是不是？会怕是不是？Hello， 轻如风午安哦，阿婉午安。不会变爆炸头，爆米花爆掉，砰。Hello， 莫里斯，午安。Mina 的爆米花。哎，我还是没有买到珍珠奶茶口味的爆米花，我看到好多人都去买了，因为我的介绍所以去买了，结果我自己买不到，是怎么样？哎，厂商，厂商可以出来一下吗？米娜握手会这个造型吗？握手会，握手会我不会穿这样，握手会要穿的少女一点吧，我想啦。少女可爱，这件有点太煞气了吧？我觉得长龙舞姐姐的衣服不觉得很有趣吗？这个配短裤会怎样？配短裤很母汤吗？业配到自己都买不到，热销。这件很少女吗？这件很少女，那娘娘的那种呢？太那种比较乏乏，是不是？被粉丝买完了，穿卧虎藏龙可以卧爆很多粉丝。跟飞龙在天很配，叫诗雅，叫诗雅穿飞龙在天，他最近只是在看飞龙在天嘛。今天没有业配啊，今天是休悠闲的午后。背面有字吗？背面有字就厉害了，给你们看看背面。好，没字。谢谢希乐库玛的新之冠，这件给阿贝桑看，阿贝桑会懂长龙卧虎是什么意思吗？Hello， 坤坤午安。我要穿这件会被士大夫姐姐阻挡，为什么？这件衣服蛮好看的，啊。背面有字吗？有佐佐木在这。想跟这个光线的 Mina 握手，那请握手。我知道了，握手会我自己自备一道光在后面，然后远远的人看就会啊，那是什么光芒？好耀眼，不敢接近，然后接近的时候。啊，这是 Mina 吗？卧虎藏龙背面反清复明，我如果在古代我会被抓吧，我会被政府抓，那个满门抄斩。谢谢玉超的掌声鼓励。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自带光芒？没有，这是太阳光，我没有自带光芒。背面精忠报国。哎，精忠报国还不错，应该我觉得应该要买，应该有这种衣服，还是以后我的应援 T 考虑背面做精忠报国，就是那一道光。有一束光，那瞬间是什么透了刺眼啊？是 Mina 的光，好刺眼！不要拍，不要拍。李宝吃太久了，可以念他一下。可是我吃东西也吃很慢，所以吃东西慢慢吃是对的。是对的，要细嚼慢咽。谢谢建成送我玫瑰，敢做我们敢做。你们有看那个了吗？异想天开的节目，就是我们去宜兰的民宿那里，是民宿吗？是旅馆的样子，宜兰那边。然后我们做料理。那个我不知道 YouTube 之后会不会上，因为我目前只有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看到。对，慢慢吃比较容易消化，对，但是我也不确定这句话对不对啊，因为我吃东西真的吃得很慢，对，但是慢消
消化都消化到脸颊了，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在 Fido 有 Fido， 那 YouTube 上有没有啊 ？Hello， 阿瑶瑶，午安。挑食材很专业，但是洋葱这种东西其实就是随便挑挑就可以了。不过我们那时候买高丽菜超级无敌贵，因为不是在产季，对，不是在产季，好像一颗就差不多100块台币，超贵的哎。其实我那时候看到一颗要100块的时候，我就说不想要，就不要高丽菜。可是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星期一，星期一就是星期一就是市场，很多市场都休息，很多大的市场都休息。然后而且我们又是下午去嘛，其实要去市场应该要一大早的，但是那个时间真的就已经没有什么摊贩了，所以就一颗100块，就是不得不买下去，好贵的，好贵哦，一颗高丽菜100块，超贵。其实便宜的时候，一颗。不是一颗，一斤10块钱，一斤10块钱，称起来一颗也才可能30-40块而已，看大小啦。但是我们那天买的高丽菜一颗100，然后而且20人份，然后我们买了3颗，就300块，300块的青菜，超级贵。只是因为不是现在不是产季了，现在比较便宜的菜应该空心菜跟苋菜吧，我最近最常吃。哎呦，小白菜那些一直都很便宜，是高山高丽菜吗？嗯，我也不知道哎，反正就好贵，我觉得。对啊，好心疼哦。1/3握手券，一颗菜，那3颗菜吃完就一张握手券。3条丝瓜50，其实很多菜都是菜类或瓜类，就会卖那种350，但是其实我觉得。350是一般价，但是我常常会买到1条10块的丝瓜，1条10块我一定会买。然后，而且瓜类可以放比较久，可以先冰在冰箱。苋菜也蛮好的，苋菜炒布拉鱼超好吃，还能够熬一把葱哦，熬一把葱。你们去菜市场会跟老板熬葱吗？我说真的，我没有遇过，我没有遇到买菜送我葱的这种。谢谢柠檬送我精灵的翅膀 ，Hello 余文乐，午安。老板自己会送，哪边的市场我要去？为什么老板会送葱？但是葱一把也要10块钱。应该用木钥匙，我要报仇的口音跟老板杀价，什么杀价？买菜的时候，老板，你不给我葱的话，我就要跟你报仇，这样吗？老板想要这人脑袋有问题是不是？现在葱很贵，还好啊，葱算便宜了。因为台风天菜价又会变贵，哦，送2-3只而已。老板觉得问号，还是啊、哦，我知道，还是用昨天你们有看那个？诗雅他们完全娱乐的节目嘛，还是跟老板塞奶，老板BB 可以送我葱吗？BB， 到底谁会叫 BB 啊 ？BB 是什么？BB， 老板娘在旁边，老板娘在旁边拿葱甩，准备要打过来。你是谁 ？Hello， 前虎午安。被老板娘瞪，可能等下就一个丝瓜直接砸过来，扒了一点。老板拿着葱在后面很火。Hello，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跳针。如果是老板就都给了，但是我真的不太会杀价什么的，我不太擅长。我觉得杀价好好尴尬哦，老板回去跪榴莲，送一把葱，然后回去跪榴莲。老板会整摊都送，他不用做生意了。穿的跟初音很像的老板娘拿着葱，有这么可爱的老板娘？
那叫老板怎么会理我？现场练习杀价，我不敢，而且我觉得现在好像很少可以杀价的哎。七七应该很会杀价，我也觉得七七看起来很会杀价，但我没有看过他杀价。因为我的话我感觉就是老板可不可以算便宜一点，然后老板一开始一定会先说不行嘛，就哦我们没有在杀价的，然后我就会被讲了之后哦不好意思，然后就落下来。谢谢阿基拉送我新之冠，但是很会杀价的人应该是就是一开始说不行杀价，然后你还一直继续讲，然后讲到老板受不了就好了，算你便宜这样。思雅应该很会杀，怎么杀？比比送我便宜一点。老板不给七七杀就开始甩旗子，直接把那个菜市场不是会有那种就是插那个杆子，然后会有一个搭一个棚子，就是怕下雨天或是太阳直接照射的那个，七七直接把那拔起来甩。练习成功之后就变 Mina 大妈了哦，为了防止我变大妈，我还是不要会杀价好了，我真的不适合杀价。不给杀价就握爆哥要出来了。Hello 宣武啊，那画面有点恐怖，拆台，直接拆台。谢谢阿华比比送去音符，阿华比是什么？谢谢季风亮精灵的翅膀，这首歌是什么啊？这首歌是什么？要不要听点华语歌？听一下排行榜好了。老板不给 Mina 杀价， Mina 就嗑瓜子给他看。老板不会理我啊，他就丢我，他就看哎，那里有只仓鼠在嗑瓜子，可能会想要赶我走，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乐福休息晚一点可以放，差不多小姐。握手会跟 staff 讨价还价，应该会被黑衣人架走吧。跟老板握手要求便宜一点，但是我有说过吧，我去买菜的时候很丑啊。听说我会藏瓜子在脸上，你是从哪里听说的这种谣言？对啊，黑衣人啊，就我们握手会的时候不是都会有黑衣人，就是在每一列，就是保护成员的安全，然后就主要是怕遇到比较奇怪的粉丝吧。不过大家对目前我的粉丝都蛮乖的。久保田利生的歌是有悠闲的下午，久保田利生没有听过，告诉男老板说下次会带姐妹一起来买，结果再也没带过。看到年轻的女生去买菜会很开心吗？但是我每次买菜都打扮成开喜婆婆样子，谁认得出来我是年轻的女生，然后包的是像婆婆耶。上次阿奇说他吃贡丸被我说是仓鼠，哎，我有阿奇吃贡丸的影片，超可爱，很像仓鼠，阿奇在吃贡丸，然后这里很鼓，很可爱。我要问一下阿 K 可不可以让我放给你们看，要先征求阿 K 的同意好不好？真的很可爱。谢谢艾文送我音符 ，Hello 浪客859午安。阿 K 很可爱。Hello 小修修回来了，我就放胆杀价。哦，反正都已经打扮成婆婆了，对杀价就没关系，是不是？可是我的声音会破功，我的声音会破功。我记得我之前去买菜是，因为我每次都包紧紧的，就是口罩、帽子什么的，然后还有袖套，婆婆的袖套去买菜。然后我去买菜的时候，一开始没有被认出来，就是。可是我一出声音的时候就会被认出是年轻的，然后我还有遇过那个老板，就买的时候嘛，就我要这个人，然后他说哦这样多少钱，然后就哦谢谢，然后他听到我声音就诶你是年轻人对不对，
然后他说你把帽子跟口罩脱掉我看，然后我就傻掉，就说，然后我就他说很年轻，真的我真的遇过，对，就是一讲话就破功了，而且那老板居然说你把你的口罩跟帽子脱掉我看，然后我想说什么，好可怕。出声音就可以假装我是菜龟，哪有啊？菜龟的声音哪是这样？老板只是想看脸，我就想说这个声音脸是长什么样，好奇是不是？想介绍儿子？不是吧？为什么要脱帽子？因为我可能打扮的太诡异了，就是我出门的时候真的是超像那种可疑人士，就是有点像要去抢银行的那种。但抢银行会穿全黑吧，我没有全黑，但是就是包的蛮紧的，帽子、口罩、眼镜，然后就是袖套什么全部包紧紧。谢谢柠檬送的音符，好险老板娘没看到。没有问老板看完有比较便宜吗？谁会这样问啊？我也不知道老板要看干嘛，头上戴丝袜干嘛？我又没有被惩罚，为什么要戴丝袜？抢银行不会穿袖套吧？抢银行我不知道穿什么哎，我没有抢过，我也不会去抢，好不好？我也不想看人家被抢，好可怕。Hello， 天天，伊拉伯著名，伊拉伯，阿拉伯人都是包很紧的，感觉好像被记者追的打扮。对啊，我都觉得那些记者狗仔很厉害，就是每次偷拍那个什么，就是什么绯闻还是什么，然后。明明那个人就包的都看不到是谁，可是就说是他，就是哦有新恋情。我想说啊，这样都看得出来是谁。Hello， 天天你好，假扮成滴滴抢银行，滴滴是什么样子？爆炸头的样子。哎，你们有看我上次那个限动吗？那个不是爆炸头，那是我的沐浴球，粉红色那个。到底为什么看到那种疑似球状蓬松的物体，就会自然联想到是爆炸头？到底为何？我现在会看起来像是平时会戴爆炸头出门的人吗？你们以为是爆炸头？不是爆炸头，那是沐浴球啊！那是我洗澡一定都会用沐浴球刷，因为那样感觉身体比较干净，很像。真的我不讲，大家都真的以为是爆炸头。哪个偶像出门会戴爆炸头啦？不是，戴什么其实都不会太意外。为什么？因为是 Mina 嘛， Mina 戴什么你们都不意外，因为 Mina 怪怪的。像更像开禧婆婆，开禧婆婆是什么？白色爆炸头？不是。我很难过，你们居然这样，你们居然觉得我戴爆炸头出门很正常。有认出来是沐浴球，但为什么要戴它出门？没有，就买新的沐浴球啊！我只是买了，然后就放在手提袋里面，然后西雅看到就，为什么 Mina 你出门要戴爆炸头？我就，哪里像爆炸头？Mina 哪天戴西瓜刀都很正常，我戴不行，我戴西瓜刀，我如果有一天买刀，可能会。不行啊，这样很像可疑分子哎，太可怕了！没有发现是沐浴球，那你们真的都以为是爆炸头？如果是爆炸头，我就不会特别抛线洞啦，就觉得很好笑。我要装扮用，装扮什么？Hello， 余环，午安，谢谢分享直播。Mina 可能会带榴莲出门，太重了吧？我肌肉不够强壮啊。谢谢 Ben 的精灵翅膀。没有用过沐浴球认不出来啊？没有用过沐浴球啊？还是你们是用那种也有长条的那种，这样刷背，就是洗刷刷。有一首歌洗澡的时候听的是那个吗？那首歌叫什么啊？是洗澡之歌，你们知道吗？我查一下，等一下啊。那首歌叫洗刷刷吗？洗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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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是哦。我爱洗澡，是不是？我来听听，等一下、哦。我爱洗澡，最爱洗澡了。夏天就会想要一直洗澡，因为很热。叫鲁拉拉吗？啊，范晓萱的吗？听听看。
长条不是菜瓜布啦，就是有沐浴球，有做球状的，也有做长条的。有些人可能喜欢这样耍的，但仓鼠比较喜欢圆形的东西，圆圆的东西我最喜欢。洗刷刷那是柴犬哦，对哈、哦，那是柴犬啊，那是酒犬吗？啊，洗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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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首吗？我爱洗澡，好像不是这首哎、欸，还是那首就叫鲁拉拉。Hello， 林果为什么变 Lungo 了？谢谢小千送我 Love You。谢谢阿华迪送我荷花灯。你喜欢一个女团，有一个女孩叫泡泡，她天天唱这首歌。泡泡不会是飞天小女警吧？待在冷气房24小时不用洗澡。待在冷气房啊，24小时不洗澡还是很脏哎、欸，不行，还是要洗。可以不洗头发，可是身体还是要冲。是鲁拉拉，那我找个鲁拉拉，鲁拉拉。鲁拉拉，那首歌叫洗刷刷吗？是啊，是这个吗？儿歌吗？等一下，有广告。对，放错歌。Hello， Queenie， 午安。是这首吧？看儿歌吧。是这个吗？贝瓦儿歌。我爱洗澡。是这首？是这首？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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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啊，是这首啦。鲁拉拉这么摇滚啊？我爱洗澡，乌龟跌倒，为什么乌龟会跌倒？哎，等一下，这首歌 key 太低，我有点唱不下去。你侄子在听这个，适合我吗？可是这个 key 也太低了吧，哪个小朋友唱得到这么低的 key 啊？长长跳跳，嗷嗷嗷嗷。这跟上一首一样不一样吧？上一首不是范晓萱的吗？是一样的吗？啊，这首。柏林小时候可以唱这个歌，这个 key 太低了，不行，我唱不下去啊！这首歌范晓萱原唱哦，所以这个是儿歌版的，是不是？所以刚刚是还没听到后半段。范晓萱的 key 有比这个高吗？因为我觉得这 key 好低哦。我刚刚要找的是洗刷刷花儿乐队的，哦，我没听过，所以范晓萱的 key 比较高。真的，所以我刚才还没有听到副歌，好跳一下副歌。哪里呀、啊？哈喽，花生糖。为什么一直没有听到经典的那一段？洗澡的时候听洗刷刷是干嘛？把身体洗干净。没有一样低耶、欸。我是说这首啊，可是我觉得它 key 很低耶、欸，我有点唱不下去耶、欸。我起我的 key 好不好？这 key 我真的就是鲁拉拉那边还可以，但是前面我爱洗澡那个我觉得有点太低耶、欸。小朋友声音都很高吧？怎么可能低得下去？我要唱 Mina 版本。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噜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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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噜啦噜啦噜啦嘞，嘿嘿，应该是这个 key 吧？刚刚那个也太低了，小朋友唱不下去。谢谢 Lingo 送我音符，这个 key 好舒服，舒服多了。小朋友一起唱，你们是小朋友吗？一起唱，耶！谢谢玉超送我掌声鼓励。Hello， 性感黑丝袜，小朋友跟着唱，好，我们换回正常的歌好不好？
我们不是儿童台，我们是成人台，等一下，不对，可是也有未成年，等一下，什么台？我们是不是儿童台？就是一般的直播啦，但是的偶像台。好，继续放歌，流行歌。仓鼠台，对，仓鼠台，全年龄的，对，全年龄，不是成人台，不是。不是，不是悠悠台。我加个腮红，我还没有画腮红。看得到吗？又看不到。萝莉狼的台，母汤，这样母汤。好吧，好像看不是很出来。成人台会有十八禁的东西。我突然想到宿舍还有之前是小琴跟柏林开箱的十八禁洋芋片，就是十八禁的东西。但是他们不在家，我不敢乱来。萝莉狼什么时候开台？为什么萝莉狼要开台？宠物台，欸，对 ，Mina 的宠物频道，健康台也，欸，对，也算健康台。欸，你们说什么我都对，健康养生台，爱护地球台。我都没有开冷气了，现在，但有点热，还是开个风扇。嗯，哦，有风了，有风了。宿舍没人吗？宿舍有小迪跟憨娘娘而已。仓鼠成年大概是出生一个月后很成的，所以我现在是成的。哦，好凉哦，有风了。嗯。Hello， 人品君午安。刘海要飞了吗？要对电风扇唱歌了吗？啊！啊！玫瑰少女。其实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我是随机唱的。但五月天歌好难唱，难唱的原因是因为五月天歌 key 太低，我唱不下去。对，因为我的声音就比较不能唱那么低，而且是男生 key。五月天像那个离开地球表面也是啊，就是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是正常的 key， 可是他前面丢丢收丢，我就没有办法低下去。谢谢人品君送我精灵翅膀。哎，这首的原唱是蔡依林，真的？那我可以练。终于有耳机了，是借来的耳机吗？玉涛要去上班了，好哦，上班加油，明天直播见，明天晚上再见。这种声音唱男生 key 也很棒，可是重点是我真的低不下去。谢谢 Queenie 追踪。歌词很棒，我第一次听这首，蛮好听的。刚到公司哦，所以我想想，现在这个时间，所以四点才是你的上班时间。找柏林来唱，柏林声音超低，台歌。好渴，我喝个水。畜生脸是什么啊？柏林讲台歌那段，我重复超多次看，快笑死！今天看起来好仙，果然是背景的问题吧？我想，因为每次在我们家直播，就是会有那个很复古的椅子，然后每次可能新朋友进来都说：“哎，怎么那么复古？”因为我们家没有沙发，就是那种木头的椅子，就是一般的阿嬷家会出现那种木头的藤椅那一种。太阳光，我是阳光少女 Mina 耶，啊，加上风，风要开。
开强一点嘛，我们试试看风强一点，先开强一滴滴试试看，重复看每个团员的反应。你说柏林那一段吧，我柏林他那个超好笑，我直接笑到跌出镜头外，然后我想说不行，我就要离开镜头，我要赶快回来。就讲午安，强一点，好像看起来没有很那个，那我开最强，有吗？有那个感觉吗？电超大台电风扇 ，MV 风，你要把桌子拉进来一点，可以去听九令版的，好哦。那吹上来一点，这样吗？啊，太远了，没有声音。洗发精广告，那个洗发精广告有什么感觉？是微微风吹起，来，你们不是有看《珍珠美人鱼》吗？那句怎么唱啊？《珍珠美人鱼》有一句歌词，第一句就是唱什么"微微风吹起"什么的的呢？浪漫的、自由的、幸福的啊啦啦啦，忘记了。七彩的微风，忘记怎么唱了。谢谢强生送我新之冠，哦，舒服。现在有种洗发店的广告要那个吗？Gatsby， 洗发精厂商请来找我。那是发蜡哦，那是发胶广告哦。好哦，那洗发精应该要配什么音乐？有谁？Ducky 有没有拍过洗发精的广告？感觉会有。为什么要先跟思雅打架？因为思雅昨天 po 的那个文，我们都要找洗发精。微微风吹起红白的风帆，微微风吹起红白的风帆，对着电风扇唱。五六六那是森巴，森巴长超可爱了，超可爱了。对，我不需要森巴，我头发太多了，真的，我头发太多了，每天掉不知道掉多少根。人一天会掉几根头发？1000根、10000根。这风好像有点太强，太小了。那刘海已经不见了。TMI 是什么 ？Hello， 林安，家里有没有吸尘器？家里宿舍有吸尘器，我们家也有吸尘器。50算正常。一天50到60，真的哦。好，可是我觉得我一天掉超多头发的，就是，好吧，那应该我一天应该有掉100多根头发吧。一天10000根，一个月就秃了，我到底有几根头发？林午安，我要拍洗发精广告哦，这个光很适合哎，不是我要说。上班偷听，嘿嘿，偷听特别好看，偷听特别，怎么讲？偷吃宵夜特别好吃，我有讲过这个，偷看会特别好看，100根以下都很正常。我觉得我一天如果洗2次头发，应该就会掉100多根。Hello， 木星使者午安，排水孔都会是头发。对，一定，所以要每天清，然后要吹完头发的时候，地上就会看到一坨头发。即兴拍拍广告，正大光明的看妮娜，爸爸今天休息是不是？为什么有些人的名字前面会有一个圣啊？圣跟拜是什么？为什么孝贤是拜？
好几十天掉的头发都可以做假发了，我也觉得可以。可是做假发的头发不会要我这种，因为我的头发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很常要染烫，所以这没办法。但是一般人家做假发的头发都是最好是不染烫，那种纯黑长直的那种头发人家最喜欢。我的头发已经就是对发质已经不是新生儿 baby 的那个发质了。Hello 高浩，刚浩午安。看要看吸尘器，为什么要看吸尘器啊？谢谢汉汉精灵的翅膀。Hello 道道午安，今夜午安。谢谢阿华比的眼睛夜障重，欣赏吸尘器。可是因为我在宿舍，所以我不太好意思种他们的东西。对，下次明天我会在家里直播。对，明天的直播我是在家里，所以可以再来看晚上九点，好不好？卧龙，卧虎藏龙，吸尘器是你。阿华是吸尘器，为什么？吸尘器是到底是什么？我不懂。不是，那到底要看什么？为什么要看吸尘器？我不懂。为什么你们是吸尘器？什么意思？不懂。是插电式的吗？我家的是插电的，没有那种电动的。对，但如果有电动的很方便吧，就是帮我每天清头发。Hello ET 娱乐新闻，午安慧香，午安吸尘器控。吸力强吗？吸尘器吸力不强怎么会叫吸尘器？插电不就是电动的？吸尘器本来就要插电不是吗？有不用插电的吗？哦，装电池的那种是不是？Hello， 谢谢一二三，我新知道。天线宝宝，为什么突然讲到天线呢 ？Hello， 企鹅午安，跑滚轮牌吸尘器，仓鼠每天都在自己，可是仓鼠会掉毛吧？就像猫咪一样会掉很多毛，所以我掉了毛之后要继续，要再把它滚回去，掉了毛再滚，一直滚。谢谢阿华比上我 love you， 充电了，没有看过充电的，虐待仓鼠，仓鼠是负责打扫，有东西不掉毛的吗？有东西不掉毛的吗？好像都会掉毛哎。Hello， 朱印。午安，没有毛的东西就不掉毛了，像鸡蛋之类。谢谢金肉的 kiss 啾啾 ，Hello 芋泥，芋泥午安，我喜欢吃芋泥。手提吸尘器不会很重吗？小琴也会掉毛啦。小青如果不掉毛的话，今天头发就更多了。喜欢吃芋衣，芋衣怎么吃？一直 diss 小青，谁叫他不跟我一起直播？他不陪我直播，他出去约会了。所以狂 diss 小青，小青掉毛你们都看得出来，你们好坏。好，可以记得追踪。Mina 追踪 Mina 的 IG， 还有追踪小琴的 IG， 好不好？可以观察她的身法的情况。皮蛋是奇异果掉毛的，奇异果掉毛变皮蛋，没有，颜色不一样。奇异果颜色好看太多了，奇异果颜色很绿呀。Mina IG 欠追踪，对呀，欠追踪。Mina 发质会不会常染变得干干？前一阵子有点干，所以
有后来去补染之后有每天护发，护发之后就有比较好，所以都可以拍洗发精广告。风要再强一点看呐、啊。结果好像在给大家看我的眉毛，没有，我眉毛很浓。妮娜要是黑发一定更漂亮，你们是黑发控是吗？但其实我的头发发色其实没有说很浅，就是如果这样，你看我把光挡住，其实这边这样看是蛮深色的，只是因为它是因为有阳光照的时候看起来比较浅而已。其实我发色没有很浅的。Hello， 冰冰军团午安，子瑜，你叫子瑜吗？仓鼠毛顶多是灰色，还没看过全黑的。仓鼠的毛好像比较多咖啡色的，是不是被吹到有点烦？头发凌乱，我不会唱。你喜欢子瑜，我也很喜欢子瑜，而且我的对上次阿贝桑他说他一直以为我的名字跟子瑜一样，因为在日文的话是秋雨，然后我的名字也是秋雨，我的英文也是秋雨，所以阿贝桑以为我跟子瑜的名字是一样的，念起来很像，但是字不一样。再浅一点比较派，那个金发之金发辣妹。那种以前那种109辣妹，哎 ，Gaki 有演过哎，然后对他演过109辣妹，然后把自己的底妆上的超黑的，对，秋雨跟秋雨的差别，但是日文的话好像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金发啊，我不太可能染金发，金发这种东西。就是染了又不像外国人，干嘛染啊？对我来说啦，因为我的脸很不欧美啊，我觉得不适合染金发，看起来怪里怪气的，我自己觉得。Hello， 搞怪午安。染头发有好有坏，而且金发这种东西要漂发，漂发很伤发质哎。我觉得我头发已经每天染烫，我已经也没有不是每天染烫，就是好烫是蛮长的，所以。我不想再伤害我的头发，然后而且金发一长出来就超明显，就是黑色的，变天竺鼠，黄金鼠也不是金色的毛啊，眉毛也要染金色，这也太高调了，我不是喜欢走高调路线的，我喜欢低调一点，就像我的粉丝也是蛮低调的，对，会布丁头，真的金发染的长出来就一颗布丁在那，我的算是棕色吗？对，其实是棕色。金毛，我没有金毛，我是棕色，就这是这光的问题。很低调，金发很容易就布丁头了。对啊，所以太麻烦，我是一个很懒的人。对，而且我头发长得很快，我想想，诗雅的头发也长得很快。有些人染金发，但他们可以维持比较久，但是。我是属于头发长很快，然后也掉很多的那一种。我在想，好像我不知道，我好像有听说过，就是头发长得很快，就是代表你吃食物，你吸收的营养都被头发吸收，所以你头发长得很快。我就在想，是不是这个原因，所以我长得比较就是营养不良，就是因为我的营养都被头发吸收了。超级赛亚。超级赛亚人不是我，超级赛亚人要抹很多发胶，身高长不高，什么啊？哦，自己所以就长到头发是不是？妮娜还没有在 ，Hello， 什么迪西午安，染过灰色跟绿色，灰色是不是有一首歌叫灰色？绿色，若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生活，然后灰色的话应该是什么？天灰。Hello， 田中的力王，午安。
谢谢人豪送我精灵翅膀，之前有染过绿色，绿色我倒没染过，它太前卫。天黑黑，我们今天要唱很多有颜色的歌。谢谢赤文福送我好多精灵翅膀，吃的营养头发才长得快，营养不良会最先掉头发。哈，我头发长得很快，可是又会掉头发，所以我到底是吃的营养还是不营养？绿色的歌词里有提到灰色，哎，对耶，那我的啊，要唱一下绿色嘛。可是我现在没有吉他。谢谢阿华比的七十金金，营养但少量，营养少量，对啊，我对啊，我吃的是蛮营养。染黑绿色会变棕色，染比较奇怪的颜色，不是比较奇怪，就是非正常人类会有的发色的话，都会很容易掉色。阳光好唯美，今天其实天气还不错，就是比起昨天，就是蛮舒服的。昨天的话，太阳超大，感觉很温柔。其实 Mina 本来就很温柔，但我今天穿错衣服，我今天不应该穿卧虎藏龙，整个破坏我温柔的形象，衣服太煞气了，整天都在家睡觉。哎，不过现在我看，现在已经八月多了，然后九月 Mini Concert 就会逼你们出门，好不好？哎，还有这礼拜也有快闪，是 Love 休息的快闪。所以也是让大家出门透透气。南部下雨很严重哦，对啊，南部好像下了很大的雨。坚持不出门，为什么你们坚持不出门？你们是像就是怕晒黑嘛，为了美白。我其实我也蛮懒得出门，就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因为不就是偶像不想要晒黑，可是又不得不出门。礼拜六有活动，是这礼拜六吗？等一下，今天是几号？今天十五、十六、十七，哎，十七号有活动哦。哦，十七号有活动，哎，对耶，哦，谢谢提醒。哎呀，早说嘛，十七号有活动。十七号对，有活动，有表演，在我不知道在哪里耶，就是。在是一个什么活动呢？是一个就是跟日本。等一下，我明天在宣传活动好不好？我跟捷克音乐，对，捷克音乐有合作，在西门，对，在西门，我知道，我刚刚突然想不到西门怎么讲。在西门。Hello， 小小秋，午安。对对对，捷克音乐，然后有表演，所以大家是要购票的，对不对？哦，捷克是地点，好好，所以大家礼拜六可以来看我们表演，然后星期天的话是有快闪活动，是免费的，然后详情都可以上官方网。站查询，对，因为 Mina 不是很清楚，所以你们去看官网。对 ，Hello， 翔，午安。仓鼠忘记自己是，我没有忘记自己，我知道我是之一，不是跟杰伦吗？没有，还没有这么厉害，好不好？小圆脸，谢谢你说我是小圆脸，不要说我是大圆脸，好不好？我是巴掌脸。会戴爆炸头去，你们可以戴爆炸头啊，这样我一定马上就认出你们是我的粉丝。Hello， 李嘉玲，午安。顺便练团不行啊，我们表演完之后一定就马上回公司，回家。Hello， 心灵，午安。哦，要买票，好，对，太阳光太强了，晒的我都不清楚了。爆炸
头会被后面粉丝扒头，会被爱死扒头，爱死会拿应援扇打带爆炸头的，等到了啦。音乐忽然变大声，因为刚刚这一首歌比较小声，我就想要调大声，结果不小心调太大声，我调小声。书呆子吗？爱情下去，书呆子午安。Hello Miso， 你收昔日的 Miso 午安。爱情是正常的，对，正常。谢谢慧香的应援棒，谢谢书呆子送我枫叶。我不敢，如果是我一定不敢，因为我很孬，我是，对，我不敢。谢谢心若冰心送我晶莹的翅膀，我头发真的被吹到有点乱，还是我先关一下风扇。一冰午安，阿潘的应援棒是油条，蜜糖是爆炸头，可是爆炸头比较好准备吧。油条这种东西很要吃那种早餐店才有，而且很容易软掉，而且油条一软掉就会很油，很不好吃。可是如果是爆炸头的话，你看你买一个，你可以用十年哎，你可以应援十年的 Mina， 你看是不是很划算呢？如果你觉得爆炸头买的太不实用，你就买一个沐浴球吧，你就买一个沐浴球吧，反正大家都以为它是爆炸头。你的电越充越少，那你是不是要买一个新的充电器啊？谢谢 Ben 分享直播，请问要问什么？请问 ，Hello， 花少午安。谢你看看什么？吸尘器吗？明天晚上可以了，明天晚上如果要看的话，好吗？今天不方便，因为不是在我家。今天是爆炸头厂商赞助嘛？那我的爆炸头呢 ？Where's my 爆炸头 ？Hello， 翔。囧午安。爆炸头团购，还是你们就团购沐浴球算了，这个还蛮实用的，平常也可以用。谢谢橘子冰送我精灵的翅膀，谢谢橘子冰。我们要来唱歌了吗？整点了，整点就想唱歌。爆炸头用十年也太神了吧！爆炸头可以啊，爆炸头用十年没问题啊。我们家的沙发都已经用二三十年了，都没换。谢谢阿华鼻送我精灵的翅膀，我是小精灵，我是小精灵 Mina， 我是小精灵，那个魔法 Miu Miu， 我是 Mina， 我的乐器是贝斯。但是现在没有，但是还是可以。Mina my baby， 我要用一个可爱的特效，我想要可爱的，我想想，这个可以吗？要有小精灵的。谁没事买爆炸头放在家里 ？Mina 的粉丝啊，就是应援物，好不好？就跟你们买应援物一样，应援扇放在家是一样的。Mina my baby，Hello 小小鲁午安 ，Mina my baby， 好久没念这个咒语，我之前有念过吗？杰心有戴过爆炸头，直播真的假的？他有爆炸头，我也想要戴。Mina碰到水会变坏吗 ？Mina碰到水会变坏，我知道乱码是碰到水会性别互换。水会变坏，为什么？我会屁拳啊！那个、Festival 有这个动作哎、噔噔噔噔，就是屁拳。可是我没有很厉害，对，我会被撞飞。小精灵的啊，我没有接到球。牛屁屁，月光摆在眼底。Mina 性别互换，其实我原本是小男生，因为我泡到，是泡到热水会变女生吗？所以我现在是女孩子。
马的真人版是 Gaki 演的，还没看，我居然还没看，我应该要看。百变长蛇，谢谢阿峰分享直播。沐浴球要什么颜色？黄色吗？其实我的沐浴球一直都是粉黄色，是因为黄色的沐浴球都不做黄色的啊。可是你们有找到可以跟我讲。阿峰午安哦。我的沐浴球，对，其实沐浴球用一段时间就要换，其实我一直都是用粉红色的，因为我看到沐浴球只有粉色跟绿色。好了，可能因为我买的都是初清的，初清特价，就是颜色选择比较少。你俩上节目戴爆炸头是做效果，我上节目没有戴过爆炸头，好不好？不是仓鼠变成人，仓鼠要怎样可以变成人？吃太多葵瓜子，有一天嘣爆炸变成人，荒谬的设定。小鱼午安。好，可以来点点歌。我你们之前点的歌我不见得有练熟，我要看一下，看一下我的歌单。小雨午安。粉红色用久会变黄，沐浴球不会，沐浴球不太会变黄，因为每天都在洗。购物台哪一台购物台有卖爆炸头啊？我怎么没看过 ？Hello， 熊妹。以前综艺节目都有塞棉花糖，以前综艺节目有塞棉花糖，有吗？我知道有一些人为了让脸颊蓬一点会塞卫生纸在里面，可是我觉得好像很不舒服。没有看仓鼠失眠，但今天不会失眠吧？哎，如果失眠的话，就打开我的 IG， 再听我的绿色，应该会很好睡觉吧。谢谢熊妹送我精灵的翅膀，熊妹。Hello， 耗子，是念耗吗？午安。谢谢花生糖的应援棒，睡不着就一直砍。谢谢强纳森叔叔的 kiss 猪猪。Yes， 可以吗？无法吵到。谢谢强纳森叔叔。谁来了？小迪，小迪路过。熊妹被骗了，熊妹被骗什么？失眠的人在想什么？在想睡觉。对，失眠的人一直想，我想睡觉，我想睡觉，想睡觉，结果就睡不着。原来今天在宿舍直播，对啊，你现在才知道，慧香。看来你没有一开始进来，虽然我一开始迟到了，我的问题，我的错。好，来唱唱歌。Hello， 回恩午安。假使都义特午安，谢谢企鹅的真情告白。念午安哦。为什么要把预告做成铃声？为什么不用完整版做铃声？哦，还是长度的关系。手机差点摔下去。哎，对啊，笑贤怎么每次都凌晨还在整理贴文？啊，刚好十九秒，感觉是窗帘眼熟，这是网美窗帘，好舒服哦，这样直播。不过我家也有，我现在坐在地板，可是很舒服。但是我家直播的话就没有那么轻松。应该说我在家直播啊，我在家直播的时候，因为我家的桌子高度跟椅子高度有一点。那个特别，所以每次直播就要调很，就是有点很斜的角度直播，所以其实直播的时候蛮累的，就一直抬着头看。对，很多成员在这里拍照过，你们帮我拍张美美的照好不好？等一下，我先关掉这个特效。在家也可以做地板。好，
不然我下次试试看。那我家没有一个很好的地方，让我截图给你，跟窗帘。玩窗帘 ，Hello， 一二三，衣服很违和，好，我穿错衣服了嘛 ？DJ One 午安，这个知名景点粉丝不能踩的，嘿嘿，装可爱时间。Mina 家 ，Mina this， 宿舍大家都喜欢玩窗帘，第一次在宿舍直播。没有爆炸头，爆炸头会破坏视觉，破坏。这衣服怎么结都怪怪，我知道，我知道，还是我这样，运动裤露馅了。还是这样。恭喜 Martin 粉丝团升级 ，Hello 自由自在午安，记错记错什么？今天刘海是不是不同边？没有啊，没有，刘海同一边，还是我没有转向，我应该有转向吧？好，我不动，给你们截，快点截。爸爸喜欢漏单了，我昨天真的比较瘦。Hello， 偶遇午安。好，还是我以后侧脸直播。旁边的风很自然，对，电风扇的风。窗帘好漂亮，我家是不是要换窗帘？你们都觉得窗帘很漂亮。Hello， 思源午安，馒头午安。好，差不多来唱一下歌，现在已经18分，可以唱一下。侧脸直播感觉脖子会扭到，不会啊，不会。把窗帘带回家，叫姐姐做一个。你们要听什么歌啊？我记得之前有人叫我唱《遇见》，对。哎，我有唱过《遇见》了吗？还没吧？应该是新加歌吧。演员是薛之谦的吗？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有点低耶，这个 key， 有风声。今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今天要走一个悠闲的路线，谢谢汉汉送我荧光棒，谢谢 Akira 的荧光棒应援棒，谢谢罗丽郎的金唱片。 Hello 终结午安，
谢谢阿当的音符。等等，自拍一张，我这个衣服真的好破坏啊，可恶！谢谢阿华应援棒，有窗帘就看不到乌鸦了，乌鸦只有我们家才有。宿舍这里蛮安静的。谢谢屁萌，屁萌午安。谢谢阿华鼻的应援棒，瑕不掩瑜。那我就要讲，看起来是白 T。一层的影片，什么影片？想想还有什么悠闲的歌？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突然好想唱白安的歌哦，好像蛮适合，就是这个风格。你们想听绿色，可是我想要自弹自唱的，还是没关系，我就直接清唱。那我最后唱一下绿色好了。好，那我唱个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没有唱过白安的歌，这首好听，悠闲的午后唱悠闲的歌。很舒服的前奏，绿色，对，绿色可以留到明天，明天可以自弹自唱。好，不然明天再唱绿色，然后我会带拿吉他。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在这茫茫人海，偶然掉入谁的胸怀，多想从此不再离开。我是宇宙间的尘埃，微不足道的一种状态，偶然成了谁的最爱，多想相信永恒存在。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是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是什么让我不再怕失去，在这茫茫人海里，我不要变得透明。白安唱歌蛮有特色的，谢谢浩浩的荧光棒。哦，这是个悠闲的午后，舒服的歌。谢谢浩浩的荧光棒，播午安哦。南平君午安，谢谢萝莉郎的打 call，Hello 包摩哥，包摩哥午安。这首嘉义王唱过，嘉义王声线蛮适合这个的。谢谢新鲜柠檬的应援棒，副歌副歌。什么？见这样的你，是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是什么让我不再害怕失去？在这茫茫人海里，我不要变得透明。谢谢阿提拉的荧光棒，听米娜唱会想睡。我不够用力是不是 ？Hello， 蚂蚁宝宝午安。你们想睡觉了好吗？那来一个嗨歌啊，嗨歌。好，来唱一首嗨歌，我想想有什么歌比较嗨。不要唱。
太嗨，因为你们都说想睡觉，不要不可以看我直播看到睡觉。嗨哥，嗨哥是谁？突然来个珍珠美人。离开地球表面，那首歌真的 key 太低，我真的唱不了。谢谢阿华逼送我荧光棒。好好，我想想有什么歌可以唱哦。静止是谁的歌？想听 Love 修行哦？真的吗？ Love 修行我有唱过很多次了，欸，没有一次，一次而已。很常看栗子看到睡着，栗子讲话那么嗨，你可以看到睡着，也太厉害了。杨乃文的镜子，我没有听过耶。都梦游了，旅行的爱情不会耶。啊，旅行的爱情，我可以唱陈绮贞的歌吗？突然好想要唱旅行的意义哦。我叫你们点歌，结果我一直唱我一直唱你们想睡觉的歌。很常看林一看他睡着，雷吉今天早上直播，你们有没有看他睡着？太早。鱼也很好听耶，好唱个旅行的意义好了。下次唱孤单，孤单什么？谢谢太原追踪。中午台都会睡，那我的中午台你们都睡觉了吗？就午安，唱个旅行的意义。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动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我还蛮喜欢下午直播的，可是可以唱很悠闲的歌，还不错。你累积了许多飞行，你用心挑选纪念品，你搜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你拥抱热情的岛屿，你埋葬记忆的足迹，你留恋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分心，说不出旅行的意义。陈绮贞声音很舒服。妮娜很适合唱陈绮贞的歌吗？谢谢 Tomo 的音符。对，下午直播的话我觉得还不错，不同时段直播有不同的感觉。那中午的话通常都是料理直播嘛，然后也蛮悠闲，晚上是我觉得节奏最紧的时候。对，喜欢陈绮贞，下次如果还有下午直播的话，再唱陈绮贞其他的歌。阿福的歌，阿福的歌我没唱过吗？好像今天也蛮适合的。哦，小月的歌，对，也还没有唱过小月的《孤单小子》。突然想到阿福说耳朵痛的事情，因为 Mina 如果一直用这种状态。我都用唱歌的是比较舒服，妮娜比较适合轻快的歌。对，我不太能够唱那种阿令的歌啊，还是李佳薇那种，就是他们肺活量很够，然后
声音是很浑厚的，我比较没办法唱。妮娜很可爱，谢谢中。中完，中完，午安。会唱哦，郑怡农吗？郑怡农歌也很棒。有机会下午直播他再唱，晚上的话，晚上的话其实也可以唱，只是感觉大家都会说哦想睡觉。哦，太大声音乐是不是？好。可以再唱个阿福的歌，因为我刚才玩开塔，所以我可以再唱一首。对不起，音乐太大声了。阿福好像没唱过，唱煎熬很煎熬，我有唱过煎熬吗？好像没有。唱个如果有如果好了。唱完最后一首我差不多念个排行榜，准备关播。感觉粉丝晚上比较有精神，所以晚上大家都想听嗨歌啊。他明天才能来，好哦，那明天晚上九点见。这世界，哎呀，我没跟到开头，再一次。这世界，如果有如果。如果一切从头，如果你再说你爱我，习惯了熟悉的温柔。Turn around, turn around, turn around， 怎么还是一个我？雨滴滴答答的坠落，还有什么说不出口？泪不停不停的滑落，习惯没有你的角落。I want to sing a song for you, sing for my soul。 没有你的天空，没有云朵，谢阿 Kira 的应援棒，声线比陈绮贞还合，所以你们觉得我比较适合唱阿福的歌吗？谢谢萝莉郎的偷偷喜欢你，谢谢阿潘。哦，慧香晚上要打工对不对？谢谢艾斯送我掌声鼓励，哦，艾斯送出第一个掌声鼓励。阿福更甜。我也可以唱甜甜的版本，谢谢坤坤的真情告白，这首叫如果有如果，下雨天很适合听。下雨天我也可以唱个下雨天，我是不是没唱过下雨天？下次下雨的时候再唱好了。I want to sing a song for you, sing for my soul。天空没有云朵， You are my everything and I really love you。 在泪干了以后却还记得，还记得蜻蜓的酸甜，酸到心底没有感觉。哦，太美，回忆太心碎，再多给我一点点的勇气。拜拜拜拜。好，差不多准备要念排行了，等我一下哦。我那边下雨吗？没有，今天天气蛮好，你们看这阳光就知道。
柔的不是臭巴巴了，因为伴随偶像嘛，今天 Mina 比较温柔，所以粉丝也变温柔了。彰化在下雨，中南部好像最近一直下雨，北部倒还好。不能放音乐了，我要看个排行榜。下午开的 Mina 不一样。马来西亚也在下雨，嗯。今天的第13名是浩浩，谢谢浩浩。12名是企鹅，谢谢企鹅。第11名是四尾狐，谢谢四尾狐。啊，第10名是新鲜柠檬，谢谢新鲜柠檬。下午的 Mina 比较温柔，还是我以后都下午播？可是下午会有人不能看，我知道以后一个礼拜要有下午直播、中午直播、晚上直播，这样大家都可以每个礼拜看到我。第9名是阿华鼻，谢谢阿华鼻，天天中肯。第8名是尼哥，谢谢尼哥。Hello CDG， 还有早安直播，我早上直播很可怕，我早上会水肿。要开三只好了，其实主要还是晚上直播，但是我可以考虑增开下午的直播。中午下午要在假日，不然都不能看。哦，好哦。第8名尼哥，谢谢尼哥。第7名是富伟哥，谢谢富伟哥。谢谢会上掌声鼓励，可以期待早上吗？真的，你们会想要早上？你们早上起得来吗？认真。第6名，哎，第7名傅伟哥谢过了吗？谢谢傅伟哥。第6名是 Akira， 谢谢 Akira。第5名是汉汉，谢谢汉汉。第4名是伊尔，谢谢伊尔。第3名是笑贤，谢谢笑贤。第2名是。奇里奇里，谢谢奇里奇里，以奇里奇里的头像，好哦，给我记住这个仇，我一定会报。好，第1名是萝莉狼，萝莉狼头铁，嗯，很乖，没有母汤，很棒，给你很多掌声，给你啾啾，祝你晚上睡好好，虽然现在有点早，但是晚安。祝晚上好眠，好不好？好，显迪奇来了，是真的小迪吗？真的小迪，嗨，小迪，隔壁的小迪，好，祝你实习顺利。谁谁要实习？阿潘，阿潘要实习，好，祝你实习顺利哦。然后啊，最后放个我们的歌，不出门的小迪，我跟小迪都不爱出门，我们都很宅。不是香蕉的，是自己的歌。小迪在看现场。好，我们要关播了，没关系。不要，会听到我的回音。我们明天晚上9点见，然后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喽，大家，谁明天要实习了？我刚刚有注到吗？是阿潘吗？不小心按错了。好，明天再录播，好哦，大家午安晚安，就明天见，不要早上播。我会试试不同时段，好吧？谢谢老张精灵翅膀，大家明天见，明天晚上9点直播。小迪刚问我晚餐吃什么，晚餐随便吃，晚餐吃草，下午上班只能挂播，好哦。晚餐吃小迪，小迪好吃。
家晚安，不是晚安啦，我已经每次都晚上播，下午播都会讲错，每次都一直晚安，晚安，下次见，好了，不管了，晚安。小迪好吃，爱食也好吃啊 ，ice cream 好吃，不是爱食，你不好吃。晚安，拜拜，明天九点见，拜拜。这时间大家要赶着去吃晚餐，这么早，这么早才四点半，拜拜。孝贤拜拜，季风亮拜拜，巨石强森拜拜，四尾狐晚安，小千晚安，小易晚安，慧香拜拜，新鲜柠檬拜拜，上班加油，玉成拜拜，明天见，阿华拜拜，志祥拜拜 ，DJ 万拜拜，嘿，加油，阿潘拜不，一坊拜不，阿瓦哥拜不，令拜不，天天拜不，木婷拜不，茄子拜不，晚安，艾斯派大晚安，哈哈晚安。晚安，晚安，好，晚安，不在身边，拜拜。浩浩，拜拜，米九，拜拜，俊，拜拜，阿提拉，拜拜，拜拜，小迪，拜拜，铁拜拜，阿凯，拜拜 ，Martin， 晚安，小迪，拜拜，拜拜，一凡，拜拜，好，完了，拜拜。偷袭，拜拜。